在大家旅游的时候、出差的时候、和男女朋友的时候，肯定少不了住酒店。你用的一些酒店用品可能不卫生哦。首先检查一下床单有没有更换，检查一下有没有头发之类的异物。很多人睡了酒店床之后，身体会瘙痒，以为是水土不服，其实是酒店床单用火碱漂白之后碱性太高。住酒店时最好携带自己的睡衣，最好不要用酒店的玻璃杯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在上一个顾客那里经历了什么。所以入住酒店时还是自己带水吧。有些不良保洁为了节省时间会把毛巾用来，所以不要懒惰，自带洗漱用品。